2018年9月17日，在观音堂拜佛时，看到佛台云雾飘渺，从佛堂上空飘下一个大银幕，布满整个佛堂，空中传来护法的意念，弟子听令，把所看到地狱景象传于世间人，现带你去口业地狱看看。不久，意识进入半梦半醒状态，口业地狱。惩戒恶口、两舌、诽谤善知识、挑拨离间之洋人。一个女罪灵被压着跪在地上，双手被绑在身后，满脸不服气，被鬼差用工具把嘴巴硬撑开，把舌头硬拉出来，整个舌筋差点被拉断，疼得她满脸泪水，可是又被鬼差压制住，无法逃脱。过后用钉子把罪灵的舌尖拉长钉在地上，罪灵就这样半跪着接受惩戒，手不能动，口不能言，很多罪灵就是这样被固定钉在地上接受惩罚。一个罪灵被绑着哀嚎大喊，恐惧害怕，被强硬绑在台上，拿了刑具，刑具用火烧过，也是把舌头硬拉出来，用刑具把舌头割断，疼得他哇哇大哭。鬼差说，在世爱说黄色笑话，有无中生有造学佛人的口业，犯大恶口业，让他死后下地狱连舌头也没有，看他如何再犯口业。第二天罪灵舌头会自己生长回去，鬼差又割，直到他刑满出狱。不久我就醒过来了，答，这个人很厉害，他讲的完全是真的，真的很可怕，所以高僧大德一般都不随便讲话的。你去庙里看见一个大法师，你跟他讲很多，他就跟你讲一句阿弥陀佛，他不会跟你讲很多人间的事情的，开口就是业，非常痛苦，不要到了那个时候再害怕，早点觉悟吧，没有什么好讲的。还有黄色的东西千万不能看，我们是人，不能去看畜生的东西，真的是非常不好的，很恶心。一个人境界高了之后，就不会再对这种事情有兴趣，所有的动物都不穿衣服，你们怎么不去看？如果我们把人下降一级，比方说我们人全部称为羊，羊跟羊才会看来看去，你人会去看羊吗？大家要懂这些道理，千万不要开玩笑。